这是阿尔法。这个呢是给他们两个烤的鸡腿，这是阿尔法的，阿尔法也吃。你不斯文一点吗，阿尔法？咱们不是应该斯文斯斯文文的吃吗？斯文呢？你的斯文去哪儿了，阿尔法？天哪，你不是很斯文的吗？接下来，阿贝塔，你这会不会太快了一点？这一口下去就剩这么点了，能不能斯文一点点？谁在我头上抢的？你还咬到我了？你有没有规矩？不上去。你看一下，这袋子咬破了，干嘛呢？那就是给你吃的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还在手上抢，合适吗？合不合适？啊，不合适，说话。那你咬到我了怎么办？啊，你还好意思哭？你没做错呀，你自己错你哭啥呀？不能那样子了，知道吧？咱们有规矩，知不知道？啊？你看嘛，这个东西被咬破了，你说是不是你咬的吗？啊，你这会儿觉得尴尬了？你抢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尴尬呢？啊？不能这样子，知不知道？啊？好了。坐下，说吃才能吃，不许抢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说知不知道？谁说这是贝塔的？这是贝塔的啊！你自己都吃一个，你个这么小的，你还吃一个呢？